守望市长工程。Here we go！ 忍者摄魂医生警长。哎，我后边这人跑的怎么这么快呀？这大胖熊什么意思？啊，对呀，你别大胖熊不要老跟着我呀。我做个任务吧。哎，我任务在医疗间。哟呵，哎，哎，这不是，哎，这不还是石榴红吗？我天，这哥们儿干嘛呢？青色为什么起飘？Such a noob。 朋友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 CD 差不多了，看了没有？看了没有？看了没有？看见没？哎，不是他刀的吗？到底谁是内鬼？是绿色刀的。蓝色怎么倒的呀？这蓝色，我想想啊，当时我开了守望者的技能，我想一想，朋友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 CD 差不多了。然后橙色是在餐厅，白色是在左上角，然后尸体是在那个仓库，红色在尸体旁边，这是没错的。青子在店里间，是红色吗？但是他为什么要自刀自爆呢？等等，哪里不太对劲儿？有叶子，看到没有？那么此时我看到的人都没有嫌疑，我没看到的那个就是内鬼。那这么排出去的话，真実はいつも一つ，我就立刻嫌疑最大。哎，三面猜死了，这是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内鬼，没错啊，我守望者起作用了，老王，我通过罪恶官能观察了每个人的位置，对不对？